这叫尖椒肉鸡蛋盖饭，这一份饭多少钱？6块，不错呀。溏心蛋哦，这个米饭进了它的这个汤汁以后，再加上那个青椒的这个鲜甜的这个香味，还有肉的香味，这裹起来的这个整个味道好好，看着就很有食欲了。再加一个鸡蛋，溏心蛋，哈哈，看着就很有食欲哦。好吃，那里面还有洋葱，有点洋葱，不错，营养搭配的好。这嘎的这个口福就是你的饭堂了哈。为什么哥哥今天只吃一份呢？中午吃个鸡了。吃了两家的鸡哈，麦当劳的鸡和肯德基的鸡。吃的好开心哦。那青椒肉是在上比较下饭。这是真的。这汤汁，你把这个饭跟汤汁一拌匀了，就更香了。哦，是。祝你用餐愉快。谢谢。好香哦。干饭人干饭魂，排队也要吃饭喽。呀，自己泡啊。好。哇，蛮好的哦。可以帮我一会儿打吗？几分钟他讲了吗？他没说。那也就等5分钟左右喽。哇，你今天两个菜啊。哇，不错呀，很香哎。这叫第三鲜啊，我看就两鲜啊。土豆、茄子，还有点小辣椒块儿。这个是尖椒肉丝儿。啊，都上面都有个蛋，还不错哎。谢谢给我拿个叉子，肉丝儿，祝你用餐愉快。谢谢。为什么要把饭给和菜和在一起啊？像那个饭可以沾一点这个，就是这个汁啊，这个更好吃一点。你像大宅门里边能吃饭的那个男的，那样子他拿盆吃，都和在一起了，吭哧吭哧吃。用力，行，用力，哇，不错呀，谢谢，我们一起用餐啦。我们一起用餐了。说心里话，太生了，不喜欢吃。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你看你喜欢吃这个，喜欢吃这个，你是两份饭，我就是一个面包、咖啡和蛋。我也是两个蛋，你也是两个蛋，不对吗？笑什么笑？然后撒胡椒粉，我喜欢吃生一点的，然后哥哥呢喜欢吃熟一点的。哎，够吃吗？够吃，够不够吃？够不够吃？那晚一点再吃一点面包什么的吧。啊，好了，我们的晚餐简简单单的这一餐 ，OK。干饭人啊，其实这一碗这个饭的话不是很多，还行。下一个来吧，我想让你试一下这个菜怎么样，还是要拌啊？别浪费了这个汁儿了。那在家里吃饭你咋不这样呢？家里吃饭，这菜是大家一起吃的。在这个菜是我一个人吃，是这样吗？好均匀的，每一勺里边还放一点蛋，好美哒哒哎。这我觉得有时候不在家做饭，在外面吃的话真的很好。那好了，两个饭都吃了，祝你用餐愉快啦。谢谢。耶。又到开饭时间，今天点的什么？这是鱼香肉丝。鱼香肉丝还是你的尖椒肉丝儿？对，今天给的汤还挺多。嗨，肉丝儿。
我今天喝的是猪肝，然后腰子汤。好，祝我们用餐愉快。谢谢。什么时候能吃够这玩意儿啊？目前还没吃够。那好，我们慢慢吃。继续搅拌是吗？今天的汤汁是多哎。对，我就说你老点他就会记住你。是啊，你让他记住你啊。所以我坚持要点。哇，可以给我分半个蛋吗？吃吧。谢谢。啊，这好像新炸出来的，这个蛋好像有点软。哎，对对对，糖心的。快拿去吃。谢谢谢谢。看没看到？流了。喝我的汤。不吃你的汤。这个汤啊，我问了他一下，买的时候问的，可不可以加汤？他说可以加。有的地方你得问清楚，有的地方是可以加汤的。可以加几次呢？哎，加一次就差不多了，你加那么多吃干哈？皮子也挺薄。那当然了，应该是中国人做的，这个鱼香肉丝盖饭啊，真不敢恭维啊。好吃吗？什么菜呀？葱姜肉丝。这是单份的多少钱？8块。我感觉好像比那个盖饭的多不了多少。对。这个是什么？水煮沸腾鱼。13块钱啊。13.8。哦，13.8哦，我好久没吃这个了。哦，你又是两个米饭。两碗饭，人家说的刚来的，手不顺，一个多一个少。其实都还可以。啊。你这是刚来的。今天你终于吃到了单炒的青椒肉丝的。祝你用餐愉快。谢谢。你把饭直接放里边得了。那你不也？我不吃这个，我只吃鱼。这不就盖饭吗？你看一下分量差不多。这不叫盖饭。真的，我觉得差不多。我说单点啊，和那个盖饭啊。这所以比盖饭划算。不。哦，问题是还有个蛋呢。对啊，所以盖饭划算。哦，盖饭划算，6块哈。对啊，盖饭6块。行，那以后盖吧。8+5，这个8.5。这个饭应该是6毛以上，6毛到8毛，他这种地方怎么也得8毛以上了，6毛的很少。对啊，我就说这样吃也不行，还是盖饭好。那你退了去再换一个。哇，这单点的菜拌完以后跟盖饭是一样的，还少了一颗蛋，味道应该都一样哈。一样。嗯。还没有盖饭吃过的。这个是。但是分量多少会多一点点，更多一点。嗯，试一下这个鱼怎么样？曾经点过，好久以前了。刚吃到的时候，闻着它那个很香。对，嗯，辣椒很香。它烧了很多那个辣椒啊和麻椒，那感觉怎么样？鱼比较嫩，是吗？嗯。哦，但是它这个好像有点类似龙利鱼的那种的。对，那就是超市。嗯，那个冷冻啊、冰鲜的那种的。对。嗯，还可以啊。嗯。这鱼肉蛮嫩。嗯，祝你用餐愉快啦！祝你用餐愉快啦！谢谢啊。不客气，带你出来吃好吃的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真的高兴吗？哎呦，大口吃肉啊！真的高兴吗？高兴吗？你没有笑脸。